登标题韩雪拿演员总冠军，用一段表演把对手高猛了。备受关注的综艺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终于迎来了总决赛之夜，最终韩雪获得了这一季的总冠军，涂松岩获得亚军。在总决赛比赛中，韩雪和涂松岩合作出演了《西楚霸王》，两位表现都很棒，实力难分上下。就连徐峥导师都称赞：“我非常羞愧，24小时排练出来这剧目，你们是我的老师，谢谢你们。”他们两人的表演极其传神，被网友称为神仙打架的演技。韩雪还与理查的姑妈和男主剧黄才伦来了一段即兴表演，韩雪用四种不同的性格来表现打劫，只见他一会儿疯狂，一会儿撒娇，把黄才伦彻底搞懵，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展现了他最拿手的配音式演技。当晚韩雪也发微博感慨三个月来越参与节目的点滴。金陵十三钗女儿，女儿不轻易搜索平凡的世界，西楚霸王每一次创作依然历历在目，奔忙于我就是演员和白夜行音乐剧，每一次谢幕都感慨万千，终点亦是起点。